环保节能大趋势，全美再生能源市场上选用相对清洁的太阳能，省下了高昂的电费，不止越来越普及。南加州 True Power Solar 太阳能安装公司还特别提供了多种的优惠，要帮民众来省荷包。关心2019年绿能大趋势，南加州知名的太阳能安装公司 True Power Solar 也特别分享2019年加州太阳能产业的最新法规与发展。1月1号之后，那所有的新房都必须要安装太阳能。对，那其实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说目前我们针对于环保的一个重视和环保的一个发展，电力公司3月1号之后，他们也都会有一个新的收费标准。那其实对于想要安装太阳能的客户来说，三月一号之前，那这段时间来申请是最好不过的。不止安装太阳能更环保 ，True Power Solar 正能量太阳能公司还在华人工商大展上大受民众的欢迎。因为紧接着三月份起，南加州电力公司将全面调整电费，且喜逢中国农历猪年，安装优惠再度延长。我们 True Power 太阳能公司呢，那主要是针对于现在住家客户，那帮他们去安装太阳能来节省家里的用电。就是说，如果现在安装，我们可以，现在申请的话，我们可以送1000块的现金卡，或者说是最新款的 iPhone 手机。延续在太阳能产业超过30年的安装经验 ，True Power Solar 正能量太阳能公司，观众登记免费咨询或超值安装优惠，欢迎上 True Power Solar 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